光下跌40%，科技业的不祥之兆已经来了吗？听说苹果要推出这个 iPhone X 的新手机啊，可能不会给鸿海组装。鸿海已经跌到90块出头了，他是不是看到了电子业不利的地方，所以他想要跨足天然气？大力光一天的时间呢，跌掉了133.24亿，外资最新的说法是3000块，所以还有100万。这支是现在就是顶尖车款都很爱用的所谓的气压避震器。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